好嘞，乡亲啊，继续要来讲国道六号开通十一年，方向来串联到台中的雾峰到南投的埔里，总长是37.6公里。但是这个中途无休息站，驾驶人无法度休困就变数，必须都要按头开到尾。啊，这游客嘛拢是过路的，无法度停留来消费，所以交通部咧规划咯，要来打造全国第一座方向的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叫做东草屯休息站。一来会当让驾驶来休困，二来也当来带动中部地区的买气。部长好，我阿姐。交通部长林佳龙透早就到国道六号东草屯地磅站了解全国第一座环高速公路休息站的新计划。一直以来很多的游客都过门不入，那需要这个休息站不管是上厕所用一些简餐。国道六号已经通车十一年啊，是台中彰化南投地区的交通要道。起点为国道三号雾峰系统的交流道，到终点的南投埔里，长是37.6公里。驶车的时间平均超到24分钟，驾驶人从头驶到尾拢无休息站。国道六号也是一个观光大道，那多一个休息站，可以让在地的这些观光的特产尤其是很生鲜的。这些农特产有一个可以贩卖的市集。林佳龙讲，中部地区好山好水，推广观光，上届有法度带动地方的产业，所以讲东草屯休息站会使带游客入门。目前正进行细部的设计，上紧今年就会动工。伊佫讲，观光局将升级为观光署，交通部会全力推广国内观光，以观光立国为目标，将台湾打造成为世界观光岛。